叫谭雅婷，来自中华台北。对，然后能够来到丹麦，我很开心。然后能够取得这一次的资格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对，能够参加这个比赛，就觉得对自己就是一个肯定啊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自己这样子的准备跟努力，我觉得都很值得。然后针对就是这一次奥运，个人团体能够拿到铜牌，我觉得就是也对这场比赛更加的有信心。我觉得就是不论年龄，就是可以，就是自己只要有明确的目标，就可以达到自己所有设定的目标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，对大家来讲，现在我年纪很轻，但是我一直很就是针对自己，就是下一届奥运一直在准备。对，就是虽然这一次没有，就是个人赛没有做得很好，但是我希望说在一次的奥运，希望可以自己可以越来越好。那也对自己的目标设定是越来越明确。